是什么意思？怕是大人吃的，小孩不行吃。呵，什么是大人吃的？哼哼哼。这样啊，因为很冰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咳嗽了。那冰淇淋明天再吃吧。这个是芒果，做冰煮。我给你冰一下。那这会冰。哦，太冰了啦，还是加一点热水。好。它就融化掉了。那你就没有得吃了。没关系，我不会用按摩的功能，也可以融化吃啊。这是搓冰，给它冰起来了。好。现在是小太阳。从来不害怕。害怕它也不孤单。不是冰那里，这个放这里要洗。那这个要冰上面。才会变成冰块呢？对啊，放这里好了。放这里，你要记住哦。好。好太阳。明天再吃吧。这样小才不会救你。哎呦，我们是这满天星好了。还满天星呢、啊，你坐着吃，吃你的满天星。那我们。跟你说要不要冰起来？你赶快喝水水。这个菜比较热。吃你的满天星。满天星。满天星。看你的恶心。今天有吃饭饭吗？今天有吃完饭饭吗？有没有？你有吃完饭饭吗？有。乖乖都吃很少，所以乖乖瘦巴巴的。他都没有吃很多的饭。好热。